森美、丁子朗、麦美恩和吴若希为主持的节目《森美旅行团》第三辑于下周首播出的记者会，即场播出爆笑片段。森美和丁子朗今辑就仍然奋身演出，全裸亮相亦成为闲事，因为丁子朗直接走光抢镜，森美就自然热爱双扑，所以就拒绝裤衩内加着短裤。丁子朗一听到之后即刻脸色一沉添，大哥都话着唔着过，咁我就咁唯有戚意下自己啦，唯有系。我好快啫，一晚咁样自己搞掂咗佢咯。自己搞掂，你点解唔叫我帮你呢？系啊，咁干净啲嘛。都系嘅。其实你应该早啲叫我，咁去到嘅时候我帮你。我帮你。你系用工具定用手咧？我揾刀片嘅。揾刀片嘅。唔惊，其实嗰条系嗰啲剃眉嗰啲刀片嚟，因为我冇嗰啲刀片，无啦啦点会冇谂过需要呢一步啊嘛，所以就揾剃眉嗰啲刀片做。得我同佢两个有啲尴尬，真心要 check 睇下大家有冇即系走角瞓车底咁样啊，真系好仔细。系啊，有 check 下车底咁啊，掟冇脑。我哋 check 嘅时候冇事，佢行出一大步，跟住就走咗粒出嚟。系啊，真系好尴尬，人生第一次有个男人同我讲话。你收翻埋啦，系啊，大咳啊，街咳咩事啊？喂，收翻埋佢啦！仲要你知唔系？佢唔系好，因为冇女仔嘅当其时，系啊，要清场嘅，咁就你走粒出嚟喎，咁啊，好尴尬啊，真系，而家就唔尴尬啦，谂翻起。